不老实，你大两年了，他真的。他做的。哈哈，嘴巴子给他拧住。驴，赶紧！这个驴真高大。这叫驴，它虽然是怨我的，叫驴它，它是够我。你说这叫驴这不咋闲呀？不是叫我们这叫驴，它是坏的。这个得没有好品种啊。哎呀，多的是的。多的是的，去那个市场上呀。啊，多的是的，你看你挑，给他递砖去。哎呀，你不是疼，就脚里头也得是吧？你多背的。这脚里头在那就是多背。他叫那哪里的？远处的，包括的。什么眼睛？内蒙的。哎呀，躺在哪里呀？他后边的，看那驴子那个，他得收着嘴。那他插破了，我踢的。那啥的，那没干过呢，你干，不行，不能，人家不能活着，多背，人家说多背，我看你。嗯。你不能，你要。那个进京远的很啊。嗯。给媳妇写。你看，都出去。又都脱起来了，对，这地上得用手。这地上你，我看着怎么着，那这不拍拍着，我这一百多块钱走，赶紧，好，让你，让你，让你，去。我下去了，你我这就买了。去。俺老婆她就买了。去。去。去，哎呀，碰到了！这天老我能干成啥？能拍一批就。去，啊！拍好几毛了。啥片都这是河北啥的？这片是啥？这是三毛三十五十，这毛能走？真的玩意。走。好嘞，这里那个，不要他，那不他，我这里没法问这个老爷子，全家下去了这里。这你查的哪是不能查的？你说没有钱了，钱给了钱了，还说的？没钱了也不干，你那叫人都抢不过去。哟，好嘞，你等，好。不点。我这是在叫了，等批了不？好。没着急啊！回家了，回家了。啊，回家了。好嘞，好了，前面的梯子很小，不用拆。多少？啊，多少？啊，前边的也挖一下。一个车来了，给你们导航高兴。五个了，这个。
哎，那磨一百多，看着了都。六百多，翻了，关键你给我做了。这是做的，是给了，做了，那从来打六年。他买一个买俩，买六，磨人四十六。这现在是磨五斤砖。老婆高兴，客户上，客户上你啊。你小子能来六元一零，来了又。你买六都亏本，我都亏本卖的，这还零卖卖。别卖，你要过去，添一毛钱费老劲了，一毛钱比那两毛都多。有吗？站住！路过了。过来。不要，别插了，咱会好几个。那啥，这四个月。有合同。好嘞，还得回到我嘞。走了，好嘞。喂，还买不买了？还买不买？没。来来来，把你两个来来过来过来。价格合理，你再弄呗。